今天我们夫妻俩出去混，应我的好朋友赵先生之约，我们去参加时尚电影之夜。我的这位朋友同时跨界时尚界和影视圈，他为人幽默，仗义疏财，总能把朋友们组织起来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。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出席这种活动和朋友们在一起了，今天我看大家都放松了下来，在一起亲切的交谈畅饮。平时大家都实在是太忙了，要飞来飞去的开工赶通告，而赵先生今天创造了这个氛围，让大家就像回到家一样，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，能唱的就唱几首，能喝的就多喝几杯。我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多出好作品，让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繁荣昌盛起来。三个夜里向向南路的曹先生，伊讲认得了一个交关漂亮的罗马尼亚小姑娘。屋里向伊老是来上网，临遥远的罗马尼亚，伊想晓得姑娘到底上了哪能的地方。姑娘，侬长了阿有一米七两，阿是欢喜吃肉松汤，等来等去等赵先生，带侬出来白相相。一把四个落袋房，赵先生一边打球一边讲，伊讲小姑娘身材呀，好得了魔鬼呀。你天天看她能看出什么名字？小杜卡他憋得很血，再走他了几只俯卧撑，刚好周末伊可以碰到魔鬼身材的罗马尼亚小姑娘。八三个夜里向向南路的赵先生。